我希望陈恩会当倒转来，当亲身听着你叫我一声妈妈。你准讲是梦中嘛会用的。伊讲你嘛看到杜承恩下落啊？是安怎警察进嘛？这是找不着伊的尸体。公平有带警察来查啦，若是有啥物消息，随甲咱通知。你放心哦。是。哎、嗯。这摆我的 partner 是你的嫂夫，我若无跟你搭话，假时敢若讲袂过。咱头一回了，就暂时告这问题。我也是阮头的啦，来看病人时间哦，咱算得准准准。啊！你今摆来甘愿甲时间浪费杜承恩身上？啊！你够简单。我今摆。敢那希望陈恩会当平平安安，无啥物吼，比这件代志搁较要紧。就怕我看到杜承恩的尸体，伊若是无死，就算讲伊变做残废，我嘛爱伊，爬到我的面头前，向我忏悔，向我赔尸的。你直接甲提就炸，火场内底，啊！要是我啥物计袂想，偷我衫裤。红红加衣帽，超新星。哇！把我冲开！把我冲开啊！刚冲开，是。还有，我希望陈恩会当倒转来，当亲身听着你叫我一声妈妈。你准讲是梦中嘛会用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